扣子再帮我解一下，谢谢。嗯，我们还是从下面开始。对对对。里面的扣子也要解。里面。对对，里面的扣子。对。对对，因为我们要从裤子这边，然后一路扣上来。对对对。然后动作看能不能再帮我大一点。然后等一下就是扣的部分啊，就是身体可以有一些弧度，如果你能拉着一下。